说起陈晓东，很多女孩都称他为男神，尤其是在《兰陵王》中扮演亦正亦邪的北周武帝宇文邕。剧中的宇文邕腹黑又深情，看似矛盾的双重性格，在陈晓东的诠释下却是真挚感人。更有不少细心的网友直指他出道多年却颜更猛，似乎岁月在这位阳光偶像的身上也格外垂青。加上亦正亦邪的演出，简直堪称邪猛。陈晓东可以说那曲《心有独钟》让刚刚出道不久的陈晓东立刻家喻户晓，不仅传唱度很高，也让陈晓东成为了一个实力派的歌手。近日晓东43岁生日，早前已经和朋友吃饭切蛋糕庆祝。虽然他是寿星，但身为两个女儿的父亲，实行女儿大过天，趁着放假过生日的日子，全家飞到上海轻松一下，还去了小朋友最喜欢的迪士尼。陈晓东一家四口穿着亲子装到处游玩，女儿朵朵、嘟嘟还小，陈爸爸似乎只能带他们去餐厅吃饭拍照，没有怎么玩机动游戏。朵朵、嘟嘟除了有爸爸妈妈陪伴，他们还一人拿着一只玩偶。不少网友说，这个旅程似乎是庆祝女儿生日，两女儿漂亮可爱。